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犹如世间诸相杂活，成一体者，名合合性；非合合者，称本然性。本然非然，合合非合，合然俱离，离合俱非。此句方明无系论法，这是最高最高的境界。在文字上很难把它表达出来，犹如好像世间诸法，世间相，如果两种东西把它混合起来成为一体，能够活活的叫做活活性。举例说，水跟土，它能够活活，水土活活起来成为一体，一体变成什么？变成泥巴，水跟干土混合起来变成泥巴，那是合合性，可以合合。但是这个是世间法，真如自性并不如此。非合合者成本然性。真如自性本来如是，本然就是不动，本来如是，它是不动的，不是像世间的合合性。所以它不是合合，不能用世间的合合性来说明它。本然非然，本来如是不动的自然的真如自性，不是像普通一般讲的自然。合合非合合，合合非合，就是合合也非合合，它也可以合合，也不是合合。可以合合吗？随缘不变，不变能随缘，看起来好像合合，因为它的本体本来不变，就是不是合合。合合非合啊，就是合合非合合，你看起来像合合，实际上它并不是合合。到了这种境界，能合合的，你认为不动自然的，这两种的看法通通要立，所以叫做合然距离。这两种都离了，离合俱非，离也不是，合也不是，在真如自性里面都没有这些，连这些法都不是，何况因缘自然。到了究竟如此，此句方明无系论法，到了这里才叫做真正无系论，真正是彻底的究竟的妙论，没有系论。就是真如自性本来如此，它能随缘而不变，又能不变而随缘，这种境界不是我们凡情所能想象。那么跟我们详细分析，真如自性不是自然，不是因缘，因为这是不是第一义。那么妄法它也不是自然，因为它不是本来就不动的东西，因为它可以消灭，可以灭就不是自然，可以修行而把它消除就不是自然。这个要明白这些真妄分别了了分明，真要自证本有，达妄本空，妄法一定是空的，没有实体的。这个虽然讲的很多，道理就是要知真本有，达妄本空，知道真如自性本来如是，本来有的。妄法虽然有妄法，但是这个妄法当体即空，它没有实体的，好像黑暗光一照就没了，它没有实体。经文到这里为止啊，阿难的疑问已经把它解答清楚。
接下去就劝修，劝阿难要修行啊。菩提涅槃啊，尚在遥远，非你力竭心清修正啊。这几句话就是劝阿难要修行。阿难啊，你得知道啊，你想要证菩提啊，约智讲菩提，约理讲涅槃，简单讲菩提涅槃就是究竟佛国。你要成佛，我老实告诉你，你的修行路子还是相当遥远的哦。嗯，阿难在第三卷经文完毕开悟，那指悟理呀，悟理啊，就是他后文以后边经文所说的明了回家的路线，明白自己回家的路线。哦，我知道了，我要回家，我要走哪一条路，怎么样子回去，这个路线清楚了。可是他还没有走哎，寸步不移呀，他一步都还没有走啊。嗯，古人有个比方哈，这个比方不是在这里用，不妨借来用。有个人半夜起来，在自己的家门口，你们家门口正好有一个兽啊，半截锯掉了，跟人差不多高。晚上起来，偶然一看，在朦胧月色之下，看起来好像有个鬼站在哪里，吓了一跳，以为自己门前有鬼，往门就打开就跑。哦，我家里有鬼，不得了，赶快跑，往外跑，跑啊跑了、啊、跑了好远好远，不晓得跑到哪里去。嗯，那么后边的人呢，知道他是吓了一跳跑了，后边的人就往前追，啊、嗯，跟他说那不是鬼，你不要再跑。那么把他追上了，跟他说不是鬼啦，你怎么这样子，胆子那么小啊？哎，那不是鬼是什么呀、啊？那是一颗木头啊，不是鬼啦。哦，不是鬼是个木头啊！一知道不是鬼是个木头，他这个狂不害怕的意思整个消失了，不狂了，不害怕了。既然不是鬼嘛，是个木头嘛，怕什么呢？不必怕，不必怕。哎，这个知道不是鬼，开悟了，开悟了啊！可是你已经跑开自己家门，离开很远很远了，跑得很远了。现在要回去呀、啊，要下功夫跑一段路啊，不跑没有办法回到家。这个比方，阿难在第三卷末七大洲便开悟，知道不是鬼，知道不是鬼，啊，知道了。可是现在要回家，要回家，因为你跑出来很远啦，迷失自己原来的家的路啊。现在知道路了，要回去。要跑啊，慢慢跑回去啊，所以菩提涅槃尚在遥远哦。要证无上菩提究竟涅槃之路线，虽然明白了，很遥远哦。遥就是远，很远很远呐、啊，跑了500由旬那么远呐、啊，那么现在要回去呀、啊，要历劫心勤修正呐、啊，你如果不用历劫辛勤修正，不能到家。就是说，你要辛辛苦苦从你现在已站的地步往自己的家500由旬，一步一步往回跑，那很辛苦哦，经历多少劫，都是大劫，要辛苦，辛就是辛苦，勤就是勤劳，很辛苦，很勤劳去修正。努力断烦恼才能正果啊、就是断烦恼是因，正果是结果，必定要努力修。所以后边第十卷经文说，理虽顿悟，事须渐修。理可以顿时开悟啊、所以古人说，顿悟虽同佛，多生习气身啊、我们可以顿时开悟，开悟了好像跟佛一样，可是那你多生的习气那就得慢慢断了，不可能一下子就断清楚，所以要历劫心清修正啊、这个
可见佛是应机说法的这个啊功能。前面跟富罗罗就说啊，和谐积劳，恳请修正。因为富罗罗已经证阿罗汉果了，他的具身我执、分别我执整个断了啊。那么他现在主要就是要开悟啊，开悟之后他就能够依菩萨道修进了，所以不必像阿难这样的。阿难现在还是个出国刚刚进入圣门的一步而已啊，到阿罗汉果还有经过二果、三果到啊阿罗汉，而且到回向无上菩提啊，要自行化他到这个福慧满足啊，那要历劫修正，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佛对于富罗罗说的就不必辛苦去修行，因为他只求顿悟就可以。而阿难他已经悟了，悟是悟了，明了回家的路，可是他不修不走不能到家，不举步不走不能到家，所以要历劫心勤修正。我们也没有悟也没有修，现在一方面要多多修学佛法，多听听佛法来求悟，一方面还要努力进修啊，回到自己的本家，好好的走路，不走不回到家，我们两种都要一步一步往前走。虽服一时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离如恒河沙，子一细论啊，佛对阿难说，你呀、啊、你记忆很多啊，你的脑子里面很多很多佛法啊，你虽然能够记忆啊，能够保持十方诸佛所说的法，不但释迦牟尼佛的，十方诸佛的法只有他听过他都能记起来，十二部经总指佛所说的法的种类不出十二部啊，常行重诵并受记，孤其无问而自说，因缘比喻基本是本身方广未曾有，论义共成十二名，广于大论三十三。哎，这首句诵就是包含十二部经啊，在这个大智度论第三十三卷里面又详细说明这个十二部经啊。现在不把这个十二部经的名相细说，实际上以前讲过很多次这只是说阿难了，你呀、啊、把十二部经这些名相通通都记得很多，这些清净的妙理，所谓清净佛法是最清净的，它没有附带条件，它没有副作用，清清净净。佛法的清净最妙的道理多到像恒河沙数那么多，恒河沙形容它的多，佛法微妙之理多得不得了。你纵然记得这些东西呀、啊，只一细论呐、啊，细论就是游戏之论呐、啊，讲那些话讲得很多，得不到真实受用，因为说的都是画饼，画饼不能充饥，啊，饼画的再大再多都好吃，假的。不能充饥，肚子饿不能吃，所以阿难虽然是懂得很多佛法，记得很多，那只是游戏之论呐、啊，得不到真实受用。你不修行，得不到真实受用。所以古德说，说得一尺，不如实行一寸。啊，你能讲到一尺那么长，还不如你实行一寸就好，啊。假如不去用功不修行，得不到真实受用，懂得再多到了时候都拿不出来用的啊。例如一个人如果在佛法上没有真正的功夫，你记得很多的佛法，到了临命终时无常来了，你能说常行啊、重诵啊、受记啊，把这些搬出来来对无常吗？无常才不接受这些了，来来来跟我走啊，那些都不用讲。最好的是什么？念佛
用功下功夫啊，真正修行在内心里得到真实受用啊，才有办法对付无常啊，腊月三十日到来才不会手忙脚乱啊。佛对阿难说，你虽谈说因缘自然决定明了人间真理多闻第一啊，你阿难虽然是善人讲说因缘啦自然啦讲得非常清楚，决定能够明白了之，讲得很清楚，你把因缘啦自然啦都说得那么清楚，这么那么了解世间人都对阿难尊赞叹说人间真理多闻第一，人间的人大家都赞叹阿难说，哎了不起啊，你是多闻第一啊，哎多闻第一有什么用啊，以此积劫多闻心息不能免离摩登劫难了，你累生历劫听佛说法去积取来的多闻的心息的习气啊，脑子里面很多很多不晓得多少部藏经啊，可是你在这一生碰到摩登劫你好像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适应了啊，就不能免离摩登劫难，何须待我佛定身咒啊，如果没有佛说的这个楞严经啊里面所说的佛定身咒，假如没有这个楞严咒啊，摩登劫心萤火顿歇得无呐喊啊，于我法中成精进顶爱火干固令你解脱啊，那摩登劫由这个楞严咒的力量，他这个萤火顿时就歇下来啊，正到三国阿那含就是不来人间了，欲界的烦恼就消失了啊，在我佛法之中成为精进之灵，认真修行成为后边到了这个后边第六卷啊二十五圆通说完了选圆通之后，他还能够证到阿罗汉果啊，所以这个摩登劫爱火干固啊，爱火就干掉了就固掉了没有了啊，使令你也得到解脱了，否则阿难你被他拖住啊你也没有办法修行，阿难以摩登劫历劫因缘在其他经里面有说，后边经文也还在提到啊，因为他多生多劫彼此恩爱的习气啊，不可能一下子就解脱啊，那么因此啊如果不是出在佛时有佛的这个神咒的力量，您要解脱恐怕就难了，这是说明阿难的多闻呢自己得不到受用，不过我们不要误会，因为多闻不好，多闻有多闻的好处啊，多闻还是需要的，多闻是解，不解怎么修行啊，要先在佛法上得到真正了解啊，但是了解之后要随顺神力的努力进修，不进修不能有所成就，所以要以解道行，一方面了解佛法，一方面以了解的道理去努力进修，不是解而已啊。佛对阿难说的话有带点责备的意思，用意思说你只解而不行，阿难只解而不行啊，所以他在初卷第一卷的经文啦、啊、七番破妄以后他自己说出来了啊，他以为我的大哥成佛了嗯、啊、那么成佛了他有无量无边的三脉，我不用多了，大哥你给我一个三脉就好了，给我一个三脉就好了，你已经修成那么多三脉吗，给我一个就好了，哎他没有想到啊身心本不相待不能代替啊，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啊，那么您自己不下功夫想要到山顶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必定要自己下功夫，解要行，解而不行才是问题啊，有解有行学佛才能得到真实受用，不能因此而不求了解盲修瞎练，
不求了解的盲修瞎练，那更危险啊，会者跑进火坑里面去，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多闻不是不好，多闻解了之后要学习修行啊，一边解一边行，所谓解行并进，解行并重，而要以解导行，有般若的智慧的解来领导你修行去向无上菩提啊。不能说啊，既然多闻不好，那我就不求多闻了，我不要像阿难这么麻烦啊，听了那么多，记得那么多，结果啊自己还是没有办法，不能断烦恼，不是这样啊。他是结而不修，问题出在这里。我们不结又不修，那更糟糕了啊。不结又不修，那在佛法上你能得到什么作用啊？只有自己跳进火坑啊，轮回生死没了。因此之故，我们必定要学习阿难的多闻啊，学习所有古来的祖师大德的进修，努力进修，有解有行，而才能到家。所以不要因为看到佛责备阿难的话而自己就因意会失啊，那么因此就不肯发心求多闻，那是很大的错误啊。不，有些人啊在哪里提倡说念佛就好，不要修，不要看经，那错误的，那很大的错误啊。不看经，不懂佛法，佛怎么能够念得好？不懂佛法，只想要念佛，念到最后啊，问题很严重的。所以我从前在狮头山，我是17岁到圆光寺，那一年我听到一个老修行，老比丘尼啊，因为山上每天晚上都有一支香念佛，他那一支香念佛念好出来啊，他在慨叹，他怎么说你知道吗？这句阿弥陀佛念个臭声啊，阿弥换鬼。笑话他了，笑话他，一阿弥陀佛念的臭声，你能一臭声吗？去吹吹嘞，啊！我们今天只讲到爱佛甘故令你解脱，是故阿难以下留下是讲。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
要共包香，若是关怀，不食动物。屏东妙云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联合举办消灾祈福法会，即礼拜弥陀宝忏、护生蒙山施食，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2月6日正月初六星期日上午9点半，地点屏东妙云寺，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洽询电话0722123232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衣，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新逢元宵佳节吉祥日，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供佛斋天暨供送普门品，恭请慧泰法师、湛山法师共同主法，日期2月15日星期二上午9点，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2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经入法界品中，善财童子为修学菩萨行，曾参访55位善知识，从佛、菩萨、道人、天，善知识以各种身份职业出现。一般而言，凡是能引导众生止恶修善，入于佛道，都可称为善知识。就字面意义而言，善是能的意思，善知识即是能知能事的人。善知识能知道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并引领众生脱离轮回苦。在《大般涅槃经》中说明，善知识能教众生远离十恶，修行是善，以此义故名善知识。除了授业解惑、指引正途的师长之外，同参道友以及护法善信也是菩提道上的善知识。在《摩诃止观》中说明，善知识有三种：一、外护善知识，以财物、能力提供饮食、医药、资具，护持三宝，协助修行者的善知识；二、同行善知识，一起修行，相互提醒，共同精进于道业的善知识；三、教授善知识，讲经说法，开示善导，教化众生明因是果的善知识。亲近善知识最重要的在于得以依照正法而去入佛道，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善知识的教导。若得遇善知识却不依教修行，不为净化自己的身与意而脚踏实地的努力，就如同将要饿死的人，周围有一大堆食物而不去吃一般，无法得到真正的利益。